总统马英九出访加勒比海友邦多米尼加，行程满档也要晨跑。马总统13号清晨6点前就步出饭店，伸展暖身，还做了80下伏地挺身，接着沿着附近的海岸线跑了约3公里，跑完还和随行媒体早餐餐叙。马总统这次过境美登受到高规格接待，他表示谨守和美方的默契，在美行程低调零意外才能建立互信。至于国内正逢8仙晨报事故，大选议题也备受关注，外界质疑不是出访的好时机。马总统则表示对8仙晨报事故已有处理，我对外关系也很重要。对外关系对我们来讲很重要，那么尤其是在国内啊，这样大选可能会出现变局的情况呢，外国的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关心。那我身为总统有这个机会跟他们座谈，让他们了解我们有哪些政策可以让这些问题带来的冲击变小，其实我觉得是我的责任。马总统随后赴多米尼加总统府接受总统梅迪纳赠勋，下午则参访多米尼加国会，多国参议院议长率领全场人士起立，为8仙晨报的伤者默祷祈福1分钟。马总统在演说中介绍台湾政经现状和活路外交的成果。在两岸过去在国际间相互挖角的阶段，两岸关系跟国际关系是处于一种恶性的循环，现在呢变成一种良性的循环。马总统最后提到，当天是他65岁生日，能够和多国总统商议双方的合作计划，又到最高的民意机构演讲，是毕生荣幸。最后，他和在场议员同声高喊“友谊万岁”，获得全场鼓掌喝彩。马总统离开国会时，多国也以军礼欢送。